29岁的朱莉是香港中环一家会计公司的高级白领，做事拼命，个性好强，但她的感情运却一直很糟糕，不是爱上负心汉，就是爱上有妇之夫，最后被拖成了大龄剩女。因此，朱莉常常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她能在30岁以前把自己嫁出去。也许是心诚则灵，不久后，朱莉真的在分公司遇到了一个令她心动的男人，对方是分公司的会计主管，长得仪表堂堂，谈吐也风趣幽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威。朱莉对阿威倾心不已，在得知他还是单身后便立刻展开攻势，而且两人日久生情，真的成了恋人。有了阿威这个男朋友以后，朱莉在公司立刻体会到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公司里年轻漂亮的小辈不少，他们终于再也不敢在朱莉背后指指点点了。然而好景不长，令朱莉意想不到的是，她和阿威的恋情才维持了不到半年，就被公司老板的千金横插一足。事情是这样的，公司老板的千金欧阳山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被老板安排在阿威所在的分公司实习。谁知道欧阳山一眼就看中了阿威，天天缠着要当他的女朋友。欧阳山年轻漂亮又多金，对阿威也十分温柔体贴，久而久之，阿威情感的天平慢慢偏向了欧阳山那边。公司里关于阿威和欧阳山的八卦已经传疯了，朱莉成了最后一个知道男友劈腿的人。她愤怒地找阿威出来对质，谁知对方却躲躲闪闪，既不愿意分手，也不愿意跟欧阳山断绝来往，没有一点大男人的担当。朱莉被阿威伤透了心，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遇人不淑，自己明明在感情方面一直很努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绝望之余，他决定走一日险棋。这一天，朱莉邀阿威到自己家里过夜，不仅待他温柔体贴，在床上也表现得相当疯狂。果然，阿威被朱莉迷得神魂颠倒，连避孕药都忘了叮嘱他吃。整整一个礼拜，阿威都陶醉在朱莉的温柔乡里，他哪里能够想到这其实是朱莉在给自己制造筹码。他赌自己会在排卵期内受孕，并且赌阿威会因为孩子最终选择自己。但事情并没有朱莉想的那么顺利，她不仅没能受孕，还在这年的例行复检中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要进行手术。为了手术，朱莉向公司请了半年的长假，在这期间阿威仅到医院看过她两次。出院后，朱莉一回公司就听到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阿威和欧阳山已经于上个月结婚了，而且还是奉子成婚。奉子成婚原本是自己的计划，如今却阴差阳错地被欧阳山实现了。朱莉觉得这就好像原本属于自己的好命运被别人偷走了一样，她在心里恨透了欧阳山，难以排遣的愤怒终日折磨着朱莉。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则介绍泰国小鬼的帖子，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许可以出现转机。据帖子中介绍，养小鬼是泰国非常流行的一种控灵术，这些小鬼是用出生夭折或因故丧生的孩童的骸骨和尸油制成，能以相应的交换条件供主人驱使，可以帮主人行运改命，连很多娱乐圈的明星都曾被指靠养小鬼改命翻身。但也有很多人斥责他属于邪术，四主往往不得善终。朱莉顾不了那么多，他一心只想报复欧阳山，替自己改命，养小鬼也许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因此他当晚就买了香港往返泰国的机票，按照网上描述的方法将小鬼从泰国请回家后，朱莉给小鬼专门腾出了一个房间供奉。他将小鬼的法像摆在公摊上，并在法像四周摆上小孩子爱吃的零食和爱玩的玩具作为贡品。据说哄得小鬼越开心，他就越会卖力帮你改命。朱莉坚持每晚对着小鬼的法像念心咒，并不断对他说出自己的愿望，让欧阳山流产，让阿威永远跟我在一起。尽管小鬼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连是不是真的有效都有待验证，但他的存在却给了朱莉极大的心理安慰。除了每天例行的念心咒和述说愿望以外，朱莉常常对着小鬼的法相诉说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情路坎坷。他一会儿哭诉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一会儿哭诉阿威的忘情负义，一会儿又咬牙切齿的诅咒横刀夺爱的欧阳山不得好死。窄小的房间里回荡着朱莉一个人如泣如诉的自言自语。一次，朱莉路过公司茶水间的时候，碰巧听到几个同事在里面八卦，其中一个小声说，听说欧阳山入院保胎了。另一个无所谓的回应着，都是报应。我听说朱莉住院的时候，阿威本来想去照顾，是他硬不让阿威去，没多久就怀孕了。这个女人城府太深。朱莉不动声色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嘴角忍不住上扬。当天晚上，朱莉高兴地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堆小孩爱吃的零食、酸奶，还去买了很多小孩的衣服和玩具，她要好好奖励一下家里的小鬼。然而，小鬼的神力之后却再没有展现过。侯阳山在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了，之后一直在家休养，据说胎儿很健康，阿威也对他爱护有加。每每听到这类消息，朱莉就在家里嫉妒地发狂，她花更多时间跟家里的小鬼沟通，以求小鬼神力再现，让欧阳山生不了阿威的孩子。这种疯狂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朱莉开始做噩梦，她梦到一个4-5岁的泰国小孩缩在角落里哭，然后被醉酒的父亲拖到房间里一顿毒打，最后直接将他扔出了窗外。小孩摔到地面时还没有断气，身体不断抽搐，样子十分可怖。朱莉哭着从梦中醒来，她认定这是自己养的小鬼跟自己托梦，于是哭着跑到小鬼的法像前又念了一遍心咒，并且怜惜地说，没想到你死得这么惨，我不会背叛你，请你一定帮我达成心愿。几天后，朱莉又做了一个怪梦，她梦见欧阳山做完产检从医院出来，正准备到马路对面等阿威开车过来。欧阳山的肚子又大又尖，朱莉还在心里懊恼地想着也许是个男孩。这时突然从对面街道冲出一辆蓝色轿车，他直直地朝欧阳山撞过去，欧阳山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又重重落到地上，流了好多血。朱莉尖叫着从梦中醒来，梦中欧阳山的样子太惨，他醒来后在心里庆幸，幸亏只是个梦。第二天，朱莉一到公司就得知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特大新闻，欧阳山昨天产检后被车撞了，已失两命。一听说这个消息，朱莉立刻狂奔进洗手间干呕了起来。她从没想过要欧阳山死得这么惨，她只是想让欧阳山失去孩子，因为如果不是她乘虚而入，那个孩子原本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她也从没想过小鬼的手段会这么毒辣，竟然用最惨烈的方式替自己实现了愿望。回到家里，朱莉第一次对小鬼的法相产生了畏惧感，她昏昏沉沉地从晚上8点一直睡到凌晨2点，半梦半醒间，他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惨死的泰国男孩，男孩凶狠地责怪他是不是想抛下他，还威胁说养小鬼是要付出代价的。从梦中惊醒后，朱莉提心吊胆地走进供奉小鬼的房间，猛地从外面关上房门并上了锁。事到如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供奉的小鬼绝非善类，说不定自己现在的处境也十分危险。朱莉一直将供奉小鬼的房门紧锁着，她既不敢再进去，也不敢把她的法相扔掉，终日生活在煎熬中。不仅如此，朱莉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出现诡异的变化，她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常常在工作中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身上有时也会出现诡异的青紫色淤痕。朱莉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自己的症状很像小鬼反噬主人。原来养小鬼并非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由于这属于邪术的一种，因此很多饲主在心愿达成后都会被小鬼反噬，轻则病倒，重则丧命。这些触目惊心的解释令朱莉心慌不已，为了找到破解反噬的方法，她决定带着小鬼的法相再去一次泰国。然而朱莉的泰国之行却注定无法成行了。两天后，她在公司被香港重案组的两名警员逮捕，理由是警方怀疑她跟欧阳山被恶意撞死一案有关。朱莉没想到自己养小鬼的事情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因此并没有反抗，顺从地跟着警员来到了警察局。在讯问室里，朱莉主动交代了自己和欧阳山之间的恩怨，也主动承认了自己从泰国请小鬼回来养，希望能够借小鬼的力量让欧阳山失去孩子的事实。交代完毕后，朱莉抬头看了看为自己做笔录的张警官，对方仍然一脸严肃地盯着他。很显然，审讯并没有结束，你们还想让我交代什么？朱莉无助地问。朱莉小姐，你这招用得很高明，但香港是法治社会，不会给鬼神定罪。你现在老实告诉我们你的实际作案经过，别兜圈子。张警官严厉地说。朱莉惊呆了，他不明白自己有什么作案经过可讲的，自己只不过养了一只小鬼，是小鬼帮自己害死了欧阳山，他最多只是做了一个跟欧阳山的死有关的梦而已。一想起那个害人的噩梦，朱莉的头突然剧痛起来，与此同时，她的耳边响起了张警官的声音，撞死欧阳山的那辆蓝色轿车我们已经找到了，它隶属于香港一家名为昌吉车行的租车公司。租车老板在辨认嫌疑人照片时认出了你就是蓝色轿车的租借人，你刚才描述的那些在梦里看到的情景根本就不是梦，
他们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有目击者可以证明当时蓝色轿车里驾车的是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女性。如果你还不肯承认，我们可以拿蓝色轿车里找到的头发样本和你做 DNA 比对。朱莉的头痛得几乎要爆炸了。随着张警官罗列的证据越来越多，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许多之前从未想起过的画面。他跟踪欧阳山去医院体检，他去昌吉车行租车，他将车停在远处等着欧阳山从医院出来。他原本只想轻轻撞一下他，令他流产，谁知却因为心中的恨意突然猛踩油门。他将车丢弃在浅水湾附近，然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他跪在小鬼法像前哭泣，最后喃喃自语，都是你干的，跟我没关系。两个月后，法庭对欧阳山被恶意撞死一案进行了开庭审理。经过精神科专家的鉴定，朱莉被确诊患上了轻微的人格分裂症，但由于她的病症是在犯案后为逃避良心的谴责才出现，法庭不会将其作为减轻量刑的考虑。真相有时比鬼神更加残忍，朱莉逃过了小鬼的反噬，却逃不过法律的严惩。